我这个家拢是做这一建设出来，啊，忽然间伊无伊哦，那全人去啊，会非常的怀念啦，非常的痛苦。我的队长有一天开车来，甲我载出来啊，无我逐工嘛伫厝的，足艰苦。到明年我就去啊，看我有时间无，看要做啥，咱就去啊。做较侪承担，较侪是这个，咱这教导往这这做病院职工啦。伊讲都要爱甲病人做辛苦，我安尼好来去安尼。去中间时阵看人讲，哎，遐少年都入去底下吼，实在真可怜啦。然后咱都也感谢天都也，有咱健康的身体，咱都要紧出来安尼吼，付出安尼。虽然讲无做啥，也无做啥吼，咱会当了解安尼。算讲领队大家咱甲咱带吼，啊，咱真好啦，上去吼，感觉讲安尼心情真快，真快乐。啊，这个快乐用金钱买袂到的，你较侪金钱你嘛无当去甲买啊。啊，嘛是哎，干来讲把握时间啦，把握时间咯，啊，会做咱就跟出来做啦。后摆嘛是伫咧做做啊。人未做为止啦。先开一个，哈，先开一个。生生来当，生生世世吼，对师父的家路行呢，安尼，我是希望安尼啦。